jungle. Audio Jungle. 朋友圈转的19张图片，妹子，发现啥了？这样看住我都脸红了，自备纸巾以防流鼻血。一，美女手里拿的啥东西呢？二，这游戏我也很想参加。三，妹子，发现啥了？这样看住我都脸红了。四，妹子在看啥呢？五，有必要这么严肃吗？六，美女可当我教练吗？七，玩自拍吧，你低头看见什么了？九，有点功夫。幺零，见美女一下班，男的都不加班了。幺幺，吃的是啥好东西？幺二，要不提醒下美女。幺三，妹子，你到底有完没完了？后面排队的都等得住急了。幺四，婚礼当天，丈母娘跟媳妇傻傻的分不清楚，差点丢大人了。幺五，跟女友吵架，我不客气的说，你这样好吃懒做，真的不感到羞耻吗？他毫不示弱，你怎么不看看自己，哪个男人像你这样一事无成还不求上进？行吧，既然你觉得我不好，我也觉得你不好，那我们索性就在一起，将就一辈子吧，别去祸害别人了。幺六，那天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去吃自助烤肉，我看五花肉很不错，店里都切好薄片的，一盘里就三四片，我一次性拿了八盘。当我端住高高的一摞盘子回到座位上，我朋友惊讶地说，别拿这么多呀，吃不掉。幺七，老公酒醉回家后一头栽倒熟睡，水水，于是我倒了一碗水过去，老公一饮而尽后，在墙上疯狂地抓了几下后睡了，不一会又醒过来叫水水，我倒了一碗水端过来，老公又是一饮而尽，又疯狂地在墙上抓了几下，怎么回事？我倒了一碗水，学住老公一饮而尽，我也忍不住在墙上狂抓了几下。幺八，一个门儿问我说，我看上了单位的女神，我该怎么做才能把她追到手？我沉思了一会说道，据我多年的经验，当你说到女神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你已经输定了，而且这是你问单身多年的我，你输得更彻底。